光大道画画，我们欢迎南方澳南先锋，也是明年2019年北台湾85跨年的主办国校。南方澳南先锋以跨海为生，两年85点零相救，成立于1950年大月台南市宫殿造型筹建庙宇，距于1956年落成，成为南方澳当地居民的中心信仰。他以供奉金妈祖、玉妈祖为名，吸引许多信徒前来参拜，香火鼎盛。也曾经多次的举办宜兰县妈祖文化节。我们再次欢迎我们南方澳三天宫。有你安排你多，你讲九年。妈祖文化节主办中央南丰二南天宫非常受邀，也为推行现场，也欢迎各位技术人员带领咱的团队来到咱的现场，感谢恁的参与。参与今年度2018年不台湾妈祖文化节非常相逢筹会员会长的活动。咱的陈金汉哥来顺风英雄军大型秀仪。就咱的天上小票妈祖天上吉祥，也请咱做天上咱的先进大地，咱天上所有为众亲友，咱都会享受下去来感谢咱的妈祖，感谢咱的天上小票。那也感谢我们苏伟陈正进苏伟率领所有人员莅临我们桃园田径场，那参与这一次的天后相逢桃花源活动，那也是目前因为是台湾妈祖联谊会的副会长。那南方澳南天宫呢，也是我们东区的宫庙唯一的一间东区宫庙，莅临我们桃园，再次感谢你们莅临远从宜兰而来，谢谢。那你在公主咱宜兰南丰二南天宫都有哪来到宜兰，来到咱南丰二一定爱来到咱的庙来献拜哈，有妈祖就有金妈祖，也希望大家会带来一条宝贝平安顺利。中年安，南丰二南天宫天上圣庙圣诞，南丰祝咱天上圣庙会当神威显赫，新年广播，咱的台湾全国全世界。会当收到咱妈祖的保庇，保庇大家会当平安顺利，会当富贵大赚钱。也感谢咱南丰南天宫所有技术人员、工作人员，咱两位小朋友，恁今仔辛苦，恁今仔辛苦。也祝愿咱天顶的顺风耳，上天的圣驾，中央天上圣的圣驾。感谢大家莅临，多谢欢迎各位欢迎。南丰南天宫也是咱每年度2019年的主办奖标。欢迎你们，这个技术人员、工作人员，来到咱桃园，上把咱经营到。